过年喽，过年喽！今夜游戏《龙腾四海贺新春》《大话西游》，让我们一起乐吧！我就说这八戒不好好干活吧，拿我当猪八戒了啊！那我就是猪八戒了哈！师傅，你离师娘远一些，跟师傅，不是我说你，没师傅的，你看。吃的矮胖矮胖的啊啊！哪像个猪八戒？不扎僧吗？对啊，剃了胡子我都认不出来的。三人行必有为师焉，今夜西游后后传。听说你挺白呀？哎，哪一上来就挺白？你这导演导演忘了这个妖精也是年头太长了。听说你们是和尚是不近女色的。你能吃否？我是妖精好吗？我是妖。你来 ，OK， 我是猴子，预备。我看见你挺白的。嗯。他叫你了，你小名叫嗯。搞怪专家前来斗法，师徒四人接招吧。敢问路在何方？是。站在谁的角度来唱这首歌的呢？站在沙悟净的角度。好，那您觉得是猪八戒的角度来唱这首歌？猪八戒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同样身为专家，我有做人的冲动。好，真的呀？好吧，你打他。你都想做人了？我有。有做人的冲动吗？还有什么好问题吗？当然有好问题了。好，我这一个问题问下去，他们四个全傻。紧箍咒。哦，咒语是什么？哎，这个精辟。嫦娥姐姐，你喜欢我吗？我之前是天蓬元帅，现在是八戒，你也喜欢我吗？那小白兔是你跟我生的吗？好了，不开玩笑了，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津卫视《今夜有戏》，本期节目是由。各位的掌声和惨叫啊！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我是郭德纲，欢迎你们！很高兴啊，节目做了很多期，这么多的朋友支持我们，无以为报，唯有尽心而已。台上还是我带着这个牲口，师傅，哎，一会儿就少来这套啊！您就好像我的爸爸，你快拉倒吧，你快。其实来说，在中国的神话当中啊，有很多的人物都是脍炙人口，各路的神仙都有，但是有这么三个神仙在我心中比较重要一些。哪三个神仙？第一个就是济公传里边的济公，他的出现与众不同，他秉承这么句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所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还有一个神仙与众不同，就是西游记里边的孙悟空，孙悟空不是人，我这个不是骂街啊，他是神。我说的这是一个起源的问题，据传说是一块石头，石头里边蹭蹦出一只天生的石猴来，历经99难，到最后成为了斗战胜佛。他也是和其他的神仙不一样，也算是一个非主流的神仙。所以说还有一个神仙在我心中特别的印象深，谁？这人叫郭德纲啊。哎，别闹，别闹，别闹！那是个好神仙啊！那边谁喊的无耻啊？这是啊！那为什么要提到了这些神仙呢？当然我不算神仙，我是个神经啊，是借着之前这点啊，两个神仙的小故事引出来我们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哦。而且告诉岳云鹏一个好消息，您说，你今天终于可以下岗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节目我做了好几年了，经常是我一个人，然后带着我徒弟那边倒是给安排小助理，但隔三差五就换一个。那么今天他们说了，说给你配了一个当红的女演员，而且本身也是做主持。你说的什么？又红了是吧？今天我们来了一个女主持啊，我可开心了，我就怕红脸，我还穿一红褂子来。你们这样有意思吗？好吧，好吧，算你们狠啊。
说了半天，女主持人等了半天了，她今天跟我一块合作，我都不知道她是谁，我特别的高兴，心也很忐忑。嗯，你愿意她来吗？愿意。你真没心没肺。因为她是杨幂。去你的吧！闲话少说，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女主持人，掌声有请。你也算是个女主持人了啊！我也算是个，因为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我只知道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不管是话剧啊，电视剧啊，电影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今天穿的特别像一对新人。你怎么看出来的？只不过你穿的像新娘子，我穿的像伴娘。哎，对了，合着俩妇女跟整似的。大家都知道，著名演员王一楠啊，这个啊。一起演过戏，之前有一个电影叫《车在囧途》，他们说今天这期节目算是特别节目了。对，春节了，舞台上就是我们四个人，但做节目不能是以咱们为主。当然，咱们是主持人，这俩人呢是这个俩神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助理主持。嗯，那么今天我们要有来串门的访客。哎，太对了啊！我们今天是今夜有戏的春晚特别节目，叫《今夜大话西游》。哦。西游这俩字你都熟悉吧？对，来各路妖精。哎，不能这么说哈、啊，不能说是妖精、嗯，只能说有的不是人啊。来吧，说到了《西游记》，离不开师徒四个人。对，今天他们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太好了，我就等着看唐僧吃唐僧肉了。真的呀，这是个女妖精、嗯、啊！来吧，我们先请出两位来尝一尝，有请两位嘉宾。嗯你看，我就说这八戒吧，我就说这八戒不好好干活吧。你看看这个八戒，不是这个红衣服八戒，拿我当猪八戒了啊！那我就是猪八戒了哈。师傅，你看看，不是他们俩都挺像。这是高小姐啊。高，可以。奉我国敕旨带媳妇取经去。不，哎，猪八戒没来之前，我现在先当女儿国国王。好吧。师傅，你那点事儿他们都知道。师傅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哈、啊、师傅已经不是原来的师傅、啊、对，那个现在我有事儿跟您说一点啊。您说，你看咱们出离了长安城，一路走来步步艰苦，遇到很多的这个妖魔鬼怪，现在我发现最大的妖怪在咱们团队当中。我看出来了。您看出来吧，您看在取经的途中，你看大师兄一直跟女妖精在搭讪。对，我认为作为咱们来说不能容忍他。我是神仙。但他搭讪的时候他都没带这个啊、哦、师傅，我觉得这个八戒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啊、您知道吧？你说我俩呢？哎，师傅你离师娘远一些、哎、跟他们远一些。好吧，这经取不了了。有事说事吧。你为什么取经的路上穿个小短裙？可能吗？而且还是个豹纹的，是最新潮的。哎呀！不是，我这他是真妖精，他太是妖精出来了，是何止妖精？哎，行了，嘿，这西天取不成经了啊！这妖精我认识，这妖精我认识十来年了，真的呀？你跟哪个妖精不认识十来年？我跟他真认识十来年，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青葱岁月以后，算是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哎呀，你当心我一会儿露你老底。我也有他的把柄在手里。太好了，他到底是不是妖精？啊、他不是妖精，你们俩才是妖精。哎呦！大家都熟悉，我们《西游记》剧组的两位主演，嗯，扮演唐僧的聂远，孙悟空聂远，还鼓掌呢，谢谢，大家都熟悉，老朋友吴越啊，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嗯，因为都是熟人。王一楠就跟我演过戏，演过我媳妇儿啊、哦，你们也都是我们这儿的常客哦。啊，你还是演高翠兰吗？我啊，不是，我要告诉你，不，猪八戒来的时候我再去好吗？我不是老演猪八戒啊，哎，我们先来了真正的猪八戒了。嗯，哎，大家想看看我们沙僧和猪八戒了、哦，好极了，来，有请两位。说你师傅，哎，叫谁师傅？我看看，吃的矮胖矮胖的啊啊！哪吒出的妖孽？两位，请一个说完一个再说。那是假的，太乱。稍等啊！我感觉 这是谁？师傅，你都忘了吗？他是谁？沙八戒，哎，不是，就是你，沙僧嘛。对，剃了胡子我都认不出来的。啊
多少遍了啊！对，我跟你说啊，嗯，做事儿别太认真。智深，你说，不是那出了，不是那出，我是智深，我是智深，俩都是，我是智深，好，俩的，我的滋味很多的啊，我就叫智深呢。还呀，你把脖子上那挂栗子给为师吧，师傅。长袍子，我想问一个问题。面黄藤面，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扁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枪铁打九环杖，灭死藤缠大斗篷。我们一天到晚容易吗？你天天骑在马背上，不吃不喝也就罢了，我们容易吗？啊？不是，等一下，他不是，他真的不是骑在马背上，他是被骑的那个，正好就四个人。问题是我骑在马背上，我也得吃喝喝呀，我不能因为有牲口我就不吃饭了。我还得问一句啊，我真的是唐僧吗？是吗？您是？那个人是谁呀、啊？我是郭德纲。欢迎大家，郭老师，郭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这给你了，要不？您拿着。那就只能说你们留这儿，我走了呗。不是我们的西游剧组来做客今夜有戏，相信今天特别的好玩。这几位除了老朋友就是老朋友，还有一个相声界的同仁，这人的名字叫徐锦江。这怎么话说的？你为什么都能攀上亲戚啊？有你这么一问，徐锦江曾经拜我们的相声名家唐杰忠先生为师，按照这门来说，我是他师兄啊。还有一位得隆重介绍一下，今夜有戏的老朋友，我的同乡臧金生老师。这个台上地儿也太小了，咱们得坐着聊了啊。好，来，我们和西游记剧组一起来。来，请坐，各位，欢迎几位。虽然八六版西游记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但这次张纪中版西游记在初心上还是下足了功夫，总投资超过1亿，加入了大量电脑特技，运用好莱坞的化妆造型技术，无一不让该剧看点十足。而新版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造型也成了广大观众谈论的焦点，颠覆了老版柔弱唐僧的涅槃玄奘，让人眼前一亮，似乎这才该是历经9981难的那个爷们唐僧。而主角孙悟空则比老版多了几分人性，少了些许猴劲，让人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二师弟猪八戒和三师兄沙悟净也是有了不小的改动，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欣赏标准。但这新版西游记到底好不好看，还得电视机前的诸位您说了算。欢迎我们的西游记师徒四人做客今夜有戏。今天这期节目是我们的春节特别的节目啊。那么有微博的朋友们请关注一下今夜有戏新浪微博。今天西游记的人们都来了，有什么要说的尽管圈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相信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西游记我看了可不少了啊，从当年那会儿那是八几版的，八六版的，到后来张伟健的，对啊，小费的，啊，还有各种电影版的啊，日本的那版你看过吗？78年成的那个，我就听说有这么一版，76版，对，啊，我们有张照片，是当初的师徒四人，相信各位都喜欢，这是86版的。吴越喜欢哪个人物？我喜欢六小龄童老师，是吧？六小龄童老师是今夜有戏开播的第一个嘉宾，哦，聂远喜欢谁啊？我喜欢孙悟空。哦，喜欢孙悟空，那为什么这次没让你演？你要演，说实在的，兄弟，你肯定不如我这兄弟。我是嘴是有毛病的。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臧伯伯，啊，你奈哪个？
唐僧，不用化妆，天天骑在马上，多舒服。这倒是哈。嗯。啊，锦江仁兄。猴子。喜欢猴子。孙悟空，对的。哦。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比较喜欢孙悟空，觉得这个爷们儿特别厉害，关键是什么叫你们小时候所有的优点于一身吧，对吧？什么叫你们小时候就因为你多大似的？真是五十二才。不像。我曾经听他们聊天说，这里边最好玩的一个人是严怀礼老师，扮演沙和尚的老师，两大特点：第一是色盲，分不清色儿；第二穿衣服有特点，按季节穿。比如说今天。比如说38度了，但是一瞧这月份牌写着今日立冬，就把棉袄穿上了。今天外边冷得跟什么似的，你们秋衣秋裤要写着今天立夏，也必须背心裤衩。有这么可爱的一个老师啊，86版的西游记啊，说来巧合，那这次我们天津卫视也买了这个戏了。之前这三位都来过，唯独锦江大哥没来，今天得好好的聊一聊。我可爱跟你聊天了。你怎么把胡子剃了？我演另外的戏。我以为剃完之后粘在大衣上。我想演唐僧。想演唐僧哈？所以剃好行不行？剃完之后他们也没让您演，也没得，这不白剃了吗？上回跟藏伯伯聊得很开心，这天津人的口头语儿。管谁都叫伯伯，其实是指着孩子叫的。对，郭伯伯、藏伯伯、吴伯伯、王伯伯。再叫王伯伯，给你王伯伯。这我们可熬出来了。上回来玩的很开心，您还记得上回您都说什么了吗？说的人话。来，我们来参观一下藏金生老师的视频。打我呀！这够分量啊！这够分量。我现在就是那穷养友了，我得这样啊，他那个数有点大。真有劲儿啊，真有劲儿啊。就这样吧。这段叫藏金生力拔郭德纲啊。这个我在这个舞台上，好多人都这么拔过我，但能拔起来的也就是您。那么这会儿突然间话题就串到了徐锦江老师演过什么戏上。有这么几个女演员跟您都合作过，舒淇、李丽珍、翁虹、励志、叶玉卿、麦嘉琪等等。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戏杀青之后，跟这些女演员还有联系没有？有啊有啊，真的有，真的有。这个说点正事吧，啊，刚才说点都题外话。今天四位来是宣传我们的《西游记》。对的。千呼万唤使出来，盼了好多年的这个戏，经常接长不短，有点小爆料。我特别感兴趣里边妖魔鬼怪的造型什么的，非常的可爱。今天四位来了，我们谈谈戏里，谈谈戏外，聊一聊《今夜大话西游记》。据传说，聂远的唐僧是早就定下来的了，只是没对外说明，是真的吗？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没定我是演他。他当时有找我，张纪中老师有找我聊过，包括张健导演说：“这个你看，这孙悟空好啊，要不演孙悟空？”我一开始以为他找我的时候是找演唐僧，但我去一聊，他们是倾向让我演孙悟空。那我就有点犯嘀咕了，我说有吴越在，我哪敢演孙悟空啊？我就得琢磨我怎么能演得过他，我就在琢磨的时候，吴越，然后后来注意表情，那时候还没有吴越。我心中有啊，我心中有，对不对？兄弟，真是。然后我觉得，可是他们跟我说你去时张纪中还没有呢。那去了别的组了，那是。来接着说啊。然后其实，但是我是觉得，正经聊呢，我是觉得唐僧可能突破上会加更加有突破点，因为相对以前的那个经典形象。但是演孙悟空呢，我确实没底一开始，那我就想那演唐僧吧。他说唐僧也行，反正你得演一个。可能是内定，我就可能内定啊，内定被我被没有被他们。要是七拐八拐拐成小白龙怎么办？没有那个什么过啊！但是呢，我估计这四个人我肯定得演一个。
不管是猪八戒还是沙和尚还是孙悟空，我们有一张剧照，看一下唐僧的剧照，去黑是孙悟空在煤矿里把他师傅解救出来啊，但是还低头看着悟空上来了吗？但是女观众肯定觉得这一版的唐僧会很帅，感觉很深情，对吧？哎，你们喜欢这个唐僧吗？少林寺，有观众说像少林寺，会武术啊，你说是法海也行。哎，我还真能演法海，能演啊？好吧，挺精神的这是。哎，还有这个吴越演孙悟空，对，啊，据传说有四个字的评语叫机缘巧合，啊，给我们讲的这个经历不？这个跟金燕有戏有关系，跟孽缘也有关系。那时候有金燕有戏吗？没有，但是金越有戏的现在的还是金越有戏的制作人之一吧，刘爽啊，是啊，爽爷，他做了一个叫《西游记大猜想》，西游人物猜想，对，大猜想，然后呢，我就作为嘉宾主持，跟李艾还有一个《西游记》专家，我们三个一块儿做主持人。然后呢，采访的嘉宾呢是张纪中老师，带领着当时华谊的各个明星大腕儿，那其中有这个聂远老师。然后当时我已经觉得他肯定是让他演唐僧了，感觉上，因为我跟聂远我们两个人演了一段这个师傅和孙猴子的这么一段即兴小品，可能我演小品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原来张老师可能认为我不是那么活泼可爱，后来我演完了那个，他觉得挺活泼可爱的，哎，可能就是这个，就有这个机缘。当时张纪中在节目里没说什么，对，他之后呢找节目组要了吴越的全部资料，对，哎，那就是我们金有戏的团队做的这档节目，对。后来，所以我能演孙悟空，特别感谢《金夜游戏》的主创。你那时候心里就所属这四个人，你最喜欢孙悟空，就要演他吧？我最喜欢孙悟空，但我一直没认为能够找我演孙悟空啊，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你少来这套吧，你都老艺术家了，真是啊！他比王一楠大10岁，62。这个藏伯伯，其实演猪八戒。歪打正着，之前是要演沙和尚，对啊。其实他和那个徐锦江老师其实挺巧的，我俩很多戏撞车。对，两人都演过沙和尚，对不对？对，没有都演过，我没演过。他俩都演过。不是俩，都演过金毛狮王。对，谢逊，两版的，两版风格很接近，两个对啊。当时嚯，我的个天！这可是真像猪，但这挺可爱的，这个啊，非常好的，这是最像猪的一个猪。最早的时候找您演沙和尚，我本身我自己想演沙僧来着，然后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外形啊各方面，因为拍完那个《水浒传》和《赤壁》之后，我想知道张天亚和张纪中要搞这个新的《西游记》。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我想，哎呀，都能演一个角色挺好的，就锁定了沙僧这个角色。结果那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想试试猪八戒，开始我还犹豫，我说啊，我本来不想演，后来他们讲的就猪八戒戏份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可能挑战性更大一点，所以说我就对啊，对，还有高翠兰，他说的他是为了高翠兰，那你怎么不演？有高翠兰，你怎么知道有高翠兰就能说的？您在刚才在聊啊，您就是四大名著，您演过仨了，对不对？对，就剩《红楼梦》了。如果《红楼梦》，你想演谁呀？贾宝玉啊，刘姥姥。贾宝玉啊，刘姥姥很合适。要听我的，你演刘老爷，还行，就不用去了就行了。导演是张天亚。张天啊，我们合作过，想起来了。刚才突然间想起来，电影学院《矮脚虎王英》啊，对，那年跟曾宝仪拍那个《王英虎三娘》，导演就是张天亚，我印象特别深。做监视器后边老得吃东西，是，不闲着啊。现在还这样吗？那我后来演孙悟空，有大部分是模仿了张天亚的老师吃东西，就没闲着功夫是吧？好多年不见了，拍了这么一大戏，真好啊！见面我得质问一下，为什么没找我？锦江兄，这个来了就让您演沙僧吗？是的。好，之前让藏爷演这事您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啊，就当不知道吧。
真的也不知道啊，知道吗？啊，真不知道。知道。如果不演这个活，再换一个，您会演什么呀？嗯，我没想过，我没想过。哦。这个演什么戏，平时跟太太商量吗？你看我准备演个什么？都是他说，哎，这个戏拍吧，我都没看过剧本，没看过有什么人，他告诉我这个戏拍吧，我就去了。你就完全相信他，就去了。其他我不知道。后来知道有，张老师啊，有，师傅啊，哎，我才很开心的。哎呀，就有人陪我了。嗯。据传说您的爱情故事，就够一集电视剧的了。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吗？嗯。我都听说过。我一直觉得那是个传说，是谣传。今天见到活的了，给我们辟辟谣吧。哎，您给我们讲一讲吧，跟嫂夫人的恋爱经过。嗯。你是云南吗？对，我在云南长大。我就是在云南见到他。这个我来说两句。好啊。为什么我要说呢？因为徐大哥呢，这个普通话呢，他比较稍微有点费劲。因为我很了解他，他这件事儿我知道的最清楚。哦。他职责是什么呢？一见钟情的典范。嗯。他碰见了嫂夫人，也就是我们的蚂蚁姐，然后真的上去就说我是徐锦江，然后我要跟你结婚，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后来那个徐大哥是在北京拍戏。然后有一堆观众来探班，就突然间那个女孩就叫他名字，徐锦江，他一看就是多年前的跟人说结婚的这个人，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对，他就一直没结婚嘛，他一直因为这个徐老师呢是书画大家，是谁来着的徒弟，关山月，关山月先生的。徒弟，关门弟子，所以他的徐大哥的画是一绝，所以他在多年之前做梦画了一张美女图，结果后来结婚以后翻出来一看，两个一对照，果然就是此人。我讲台顺溜吧。你给他翻译一下，我们听不懂。听不懂，讲的什么？啊，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真是。哎，咱们说点正事吧哈。我们聊了半天呢啊，聊了新《西游记》，也聊聊86版，跟四位老师说了说演不同人物的感想。还有好多网友有好多问题想跟你们大伙儿聊一聊。今夜有戏3岁了，我们秉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古训真言，发扬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全新推出大型知识益智类单元《今夜大讲堂》。同学们好，您留神啊，在这儿我要留神了。机智幽默的授课老师，轻松欢乐的课堂气氛，还有您久违了的时代偶像，统统这些都只有在《今夜有戏》您才能一睹为快。还等什么？各位电视机前的老少同学们，咱们开课喽！我们一起向老板的来致敬。那么想问一下列位，在十几个版本的《西游记》中，都看过哪个版本？我们从吴越来。我看过86版的经典版的这个《西游记》，看过张卫健的港台的，但是看的不多。最看过的电影就是《大话西游》，看过。啊，这几版都看过。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张卫健那版演唐僧的，其实我原来也特别想演唐僧，因为张卫健那版演唐僧的。有一个香港演员叫江华，很多网友都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有一点。锦江兄，刚才说的这几版您都看过吗？没有看。净忙着画画了。我最多就是看漫画书。我整个戏下来都是看漫画书。说来说去，其实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86版的。对。不过当年的拍摄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会儿没有现在那么先进，净穿帮的。看着看着，哗，这人过去，脚底踩着板就过去了啊！要不后边这钢丝没擦掉，经常有。我还特别爱看当初西藏电视台买完之后重新配音那个，一嘴西藏话，也听不懂说的是什么，看着倍儿可爱啊！我们找了一些视频资料，都是当初穿帮的镜头，来参观一下。看一下。他的穿帮镜头非常多，比如说孙悟空在腾空的那一刻，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地上有个蹦床。还有的时候人物身上的吊威亚也暴露得相当明显。还有演员脚底下踩的滑板。
还有，大家看这个群众演员，他直接把头套摘下来了。各位观众，八六版的《西游记》虽然受当时条件所限，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和现在的电视人相比，他们的娱乐精神可是一点都不差哦。这台精心编排的《西游记》过年特别节目《齐天乐》，给当时的千家万户带去了无数欢声笑语。有来自海上的四海龙王、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哦，还有唐僧师徒在西天路上所遇到的各路妖怪魔头正纷纷出动，他们没有给阎王爷发出请帖，因为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他的到来似乎是不太合适了。都来了，都来了！今日盛会，普天同庆，万众欢腾。啊，亲爱的电视观众同志们，祝你们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万事如意。戏也特别的多是吧？四位都掉了吗？都掉过，都掉过，但是我是应该掉的最多的。你应该天天掉。对，天天掉。你掉烂了几条裤衩？因为穿威亚的时候，男生穿威亚的时候一定是要穿。但是我跟你讲，这一次还真是裤衩没有磨破，背心磨破好多。因为我专门定制了一件是基努里维斯穿过的威亚衣，就是美国专门定制的。然后好几千美金，就是按照我的身材，稿酬够吗？是，就跟小背心儿一样，特警作战服的那个背心儿一样啊。它上面有36个扣，所以它就不用勒到下边，就掉上半身，就这样。但是也很难受，也很疼。这可不舒服了，勒得生疼生疼的。对，我最多一次掉了30多场戏，一直在掉着，就是各种云里啊。妖怪的肚子里啊！但是吴越，我觉得他有一点好，他就掉成这样了，晚上回来还张罗，哎，吃饭去了，吃饭去了啊！我们都累得不行，他房间里还是对，因为师傅不用那个不用这样吃饭啊，所以我们那个面具跟藏哥都是要对这样吃饭，所以我们只能喝流食，吃的都少。对对对，我们吃流食，完了，一卸完妆就特别饿。再一个，掉一天了，有什么吃的也吐完了，对，都吐干净了。啊，唐僧掉的戏不多，应该是不多，不多，就是被哗，就偶尔被女妖精嘚儿瞪过来，哎，还得嘚儿瞪过来，这说明掉威亚的辛苦，演员可不容易。王一楠拍过威亚戏吧？我拍过一次威亚戏，但是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拍威亚，大家会，他为什么刚才吴越在说身上的扣？就那个扣是所有你身上的着力点，你身上还好，他们瘦一点，而是郭德纲老师这样的，得挂俩扣。完了以后，关键所有的力气把你吊起来，那个力气都吃在那个扣上。然后我特别记得，我就感觉我那个肋骨被整个收了一圈，捏紧了提起来的。掉一天真的什么都不想吃，而且特别疼。而且我知道，他们四个人当中，吴越的时间拍的最长，对不对？9个月。快9个月。快九个月。8个半月吧，要是。一年的时间，对，我们看看拍摄现场的镜头。撞了，撞了。
得专门弄我。蓝鹏。哎呦喂！这是拍你们在海里打，对不对？海里天空，各种。真不容易啊！这是薇娅，你们有滑板吗？没有。啊，没有。我们没有。滑板现在用轨道来代替的是吧？对，就踩在轨道上。他们那个面具啊，因为我老公拍过猪八戒也是这样，就是那个面具卸下来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疼的。哎，对，特别疼。整个的胶水沾上，扣一整脸的。对，然后眼圈红肿0.5公分，红肿，哎呦，天天卸了妆，真的。好像现在有一种防过敏的胶水，我之前拍《梦回唐朝》，他们告诉我，就这一瓶啊。啊，说这别的没有，它不含酒精。不是，它好莱坞，我们就用的那个，是那种。它好莱坞的东西吧，都全是从美国进口的，但是人家美国的是给电影专门制作的，就是一般的演员就工作3到5个小时。哎，一会儿摘了就没事儿。对，摘了就没事儿。我们这是一天16到18个小时。您对胶水过敏吗？还好，也是不，但是人家是中国人，勤俭节约会省啊，尤其老张更会省，那个。那个猪头啊、猴脸啊，它一般的，人国外的好莱坞就是拍几个小时就扔掉了。我们这个尽量能够再用一次，对，再用一次，对，再用一次，省点是点，哎，省点是点。哦，就是翻来覆去的撕的时候，人家直接如果说卸妆的时候用那种油一卸，这个这不要，这就不要，就不要就。我们这个还得晾干了成干，完了再戴。对，所以这样来讲可能会减少很多成本。哎呦，这可不中，那一个脸子得多少钱？全下来得上百万。上百万吧。那莫怪了。啊，你们都扔哪儿了？我去捡，没法用了。三人行必有为师焉，今夜西游后后传。听说你挺白呀。哎，哪一上来就挺白？你这导演，导演忘了这个妖精也是年头太长了。听说你们是。和尚是不近女色的，你能吃否？我是妖精好吗？我是妖。你来 ，OK， 我是猴子，预备。我看一下，你挺白的。嗯。他叫你了，你小名叫奥诺。其实说来说去，真正第一版的《西游记》，你们知道是哪一年的吗？哎，问住了吧？不就是日本那个吗？对，日本。你对日本这个很有印象。76年，1978年，78年，那日本的啊，看过这版的吗？没有，我刚生。啊，锦江兄，你还没出？我还没生呢。锦江兄都没看过？没，不钻研业务。哎呀，我真的不看戏，就看你的。看小人书啊，看小人书是吧？哎，看看。哦。女唐僧。聂师傅。女唐僧，现在来说就很雷人了啊！来，下一张。这是谁啊？观音菩萨。哟。啊？什么情况？还有吗？照片。如来佛祖是个女的。银角大王也是女的。嗯。红孩儿这样。嗯。红孩儿为什么不是小正太啊？没有了是吧？嗯，其实很大家不知道，我们86版那一版很多镜头是照着这一版抄过来的。啊？镜头都是抄过来的。嗯，我们有对比来看一下。感觉央视版本在很多镜头上有点抄袭的意思，比如说孙悟空和如来佛打赌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还有孙悟空被压五行山这一段。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他们连镜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哎，当时借鉴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巧合吧，可能是。真是巧。咱们这一版的在镜头方面有什么突破吗？我觉得我们用了有一个就是拍我变身的那个，用了广告和电影经常用的叫 motion control， 就是突然间一个人可以分成100个孙悟空同时在干不同的事情，这个只有电影里边才有，但是我们电视剧里边这是一个，这算一创新了，突破啊！这个镜头因为要用一天，好像就是几十万，这调配太高了，跟钱有关系？那当然了，那是投资嘛。
咱们这个玩100块钱拍的跟1000万拍的不一样。不在用啊，嗯，太贵，太贵了，2次，1次，2次。用过几次？用过2次。对。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看到这个变身的镜头的时候，一定要看着，那是拿钱拍的。这还有一个戏就挺雷人的，叫《西游记后传》，刚才咱们聊着来着哈。玄武演妖精的就是这个啊，真的呀。嗯呐。哎呀，妖精版的啊，来我们看一下。是他创造了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孙悟空表演艺术。是他发明了一个动作重复3遍以显示其威力的后现代武打，一个简单的武打动作他一定要左一遍右一遍，回放到天荒地老。也正因如此，这部电视剧才开设了这种用重复武打动作把本来3集就能演完的剧情塞成满满30集的影视新道路。这其中包括将近5分钟的片头曲、5分钟的片尾曲，再加上10分钟的重复武打动作，剩下的10分钟才是真正的剧情。还有那个大肚子吴天，每次出场都搞得很酷，像个摇滚歌手，最后被孙悟空一个电脑特技就 KO 掉了。也不知是哪位高人设计的哈，这还很我看过这个视频，我也看过啊，真的。老人风转，对对，风转风转，特别好，不代表本台观念啊，你纯系网友个人行为啊。哎，不过他说的那版我也看过，就是我是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孙悟空，真的就是面无表情。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他还好，他还没沾那个硅胶呢。他是沾着毛，在自己脸上沾着毛。那小费演的那个这版的那个也是在脸上沾的毛，包括那个六小龄童老师也是在脸上沾的毛，但是有一部分是沾在、那个、你说的我都痒痒，那个胶上就沾在这个面具上。所以你想，我当时沾完了以后，我真的就拍第一个镜头的时候真的不想说话，就是你知道你一动了，哎呦，他就不停的有人在挠你，你知道吗？你这一动，更别说你要说台词了，师傅怎么怎么，你还有表情，哇，所以一开始真的是难受之极。聂远太舒服了，剃个光头就完了，骑着马上是吧？哎呀，师傅是是不是还有点腰？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开机是9月份，9月份的时候天气正是很凉爽，舒服高兴。我看着他们每天早上比我早起1个多小时。我说晚上多聊会儿吧，我们还得早起呢，我们6点就得起。我说我8点，他说8点。一开始他说我高兴，结果天越拍越冷，越拍越冷。最舒服的是他，他有一个大猪头戴着，暖和呀，还有大肚子，里边全棉花。他在现场逮哪儿躺哪儿就可以直接睡，你知道吗？大冬天的，我们就不行了。我跟徐大哥我俩人就脸上没东西啊，我又光头，他也是光头，就沾了一点那个头发，我俩冻的就真的那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不会说话了，耳朵彻底没了。哎，本来耳朵就招风，你知道吗？但你还好，有夏天的舒服。我是春夏秋冬都难受。冬天还可以，冬天那个胶的手套不行啊，戴上以后热胀冷缩。你戴上那个面具啊，我们叫塑形。真正要冻透了之后，也特别难受。真的。但比那你想没有了，可以戴着帽子可以捂捂，那个冻透了这个没粘的就体会不到粘的痛苦。对，哎，我们都没粘过，但是我们能看看粘的过程。来看看猪八戒换装。笑什么？进不去。多可爱！还慢慢适应，慢慢适应，肯定不好受，是吧？慢慢的适应。哎，我特别期待先看看这版，太好玩了。特别想有那种想揉吧那种感觉。啊，就是太可爱了这个。这个打戏多吧？有。累不累？还行。真的呀？沙僧也打了吗？那呼。猪八戒也打了吗？打。他们俩也有。他没猴子，自己人也打。对。那自己人。打老庄的时候，自己人也打。对对对。哦，这个你是要演一个长头发的古装的女孩吗？今天你愿意调戏一个唐僧的画面吗？也未尝不可，你说呢？深山老林，你笑得很带劲。唐僧被女妖怪射到洞中来，然后要调戏唐僧，说一些个
很露骨的情话，我觉得未尝不可。对，看看聂远的定力如何，看看王一楠的表现如何。好，下次我们有这方面的角色可以推荐一下。好，来，聂远到这边来。师姐，来，师姐，来来来，就这儿啊。师姐，你看王一楠高兴的啊，你可下手轻点啊，师姐。来，我们来看一下《西游记后后传》里边的唐僧和女妖怪一南京。听说你挺白呀、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能一上来就你挺白，这不像话。怎么也得有句什么唐朝来的长老啊，我什么喜欢你啊，仰慕你，这哪一上来就挺白、你就。导演，导演忘了这个妖精也是年头太长了，实在等不了了。各部门注意，准备好了没有？来 ，Action！ 大唐东土来的师傅。Good morning。听说你们是和尚是不近女色的，你能吃否？孙悟空变的，你肉挺白呀，还吃这个？我老夫就是这样喜欢女的。听说吃了你的周元稹，这还是沙和尚。听说吃了你的肉能长生不老，是不是？洗了吗？毛拔干净了吗？我看你野。听说吃了你的肉能长生不老。等一下，等一下，你老公真打我。什么呀？没事没事，我没事，不在乎。我是妖精好吗？我是妖，你是人，请你记住规定情境 ，OK？ 人有七情六欲的。我都问你，乳僧能吃否了 吗？对不对？你能吃否？你能吃否？你是大唐僧。来来，我给你出一主意吧，那就重新设计人物。你是孙悟空，你是唐僧，我不行，你来。OK， 我是猴子，预备。我看你，你挺白的。啊，不能说，是吧？你是唐僧。女施主，放贫僧东去吧，我还要去取经呢。可我们这里有德云社等着你作战呢。德云社都是战场了吗？这是多少年的事了。我们女儿国专门为你设了德云社。你们这里是女儿国呀？对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里所有都是女的。哎哎，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他叫你了，你小名叫敖梦。你挺白呀。我看你们演不出别的来了，除了挺白就挺白，好吧，谢谢两位，快歇会儿吧，快来吧。啊，你还别说，你还真挺白的。故事是一个故事，导演不一样，手法就不一样，每个演员的切入点也不一样，所以有不一样的《西游记》。那么说来说去呢，得说到根儿上，谈到咱们这一版，啊，我们这版新的《西游记》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来，四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吴越。不许笑。我们讲一讲孙悟空最大特点吧。孙悟空其实我在扮演这个孙悟空的时候，更注重了他的心路历程。就基本上是从一个猴到人到佛的整个的经历的一个过程和蜕变。讲究内心戏了。对，就是在塑造这么一个角色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极大的极强的一个心理标准，所以在整个他为什么会跟师傅去西游，他大闹天宫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放荡不羁，就给很多的为什么找到了一个依据。其实我这版呢可能更人性化。总体来说就是猴演人。那个据传说你还哭过。哎呀，这个在这部戏当中是男儿有泪随便弹。不是，我了解的吴越是一个真的是硬汉，又是学武术出身的。对，所以你是我觉得蛮硬的一个人，你怎么会哭呢？其实我一直都挺硬的。别硬了，快折了。你们说的什么呀？是不是，但是说心里话呢，就是在整个的拍戏过程当中，因为经历了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就是因为这个孙悟空经典在前。太难突破了，太难去承载一些东西，所以你要演自己想表现出来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有自己的理解，不是每个人带猴脸就都能演孙悟空的，所以
正如我身上的这个特长，舞剧学院的学的表演的这个功底就够了。可是真的是把困难想得太简单了，所以经历了很多磨难。首先就是把这个困难想得太简单，第一次沾了以后确实是觉得出气也出不了，演戏也很僵硬，没有表情，也不知道如何去拿捏，所以真的哭了，那一次哭了。然后中间有一次这个找不着门路，不知道如何去表演的时候也哭了。然后到最后快杀青之前，跟三位师父师弟们道别的时候，也是在戏里戏外都哭了。然后到最后的这种喜极而泣，所以他哭了很多次。猴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对，我们有视频来看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戏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拍戏的过程，是一个人生历练的过程。脸上抹那些草莓是怎么回事？那个是在这个做模型的时候，塑形的时候，都要经历过。那要挺长时间的。对，因为我做这个做了20多次，太难受了。每一次都要塑形，翻模子。翻模子。对，翻完模子以后，还是要里边涂那个，跟藏哥一样，就是胶水，涂那个胶，白的那种胶，然后涂完了以后再粘这个脸，所以一粘上去的时候就已经不行。哎呦，太难受了。越发的羡慕嫉妒孽缘了啊。不过这里边觉得藏伯伯艳福不浅，给猪八戒有一段恋情啊。其实我们看过原著都知道，猪八戒是一个挺重情的人啊。第一，虽然是个妖精嘛，但是他也挺多情的吧。他没有，他在天宫他也是喜欢貂蝉，嫦娥，嫦娥就是喜欢我们这嫦娥。哎，是吧，看电脑别看我啊啊。也是因为恋爱被打下凡尘。这个不是，这不是啊，不是真正嫦娥是阳光，是孽缘的老婆演啊。快，在《西游记》里面不归我管，你说了算。OK， 你接着聊。瞬间气氛有点不一样。没问题。其实我们后来分析这个人物，他还是很爱高小姐，愿意跟他过日子。他是个妖精，他没有出去，今儿找一张小姐，明儿李小姐。那不一定。哦，是吗？藏人是吧？来来来，不一定，师傅。我这珍珠仙。你说谁是妖精？这点事儿，这点事儿。哦，这个猪八戒。猪八戒不是妖精，就乍一下凡尘那会儿啊、嗯，还没有那个让唐僧老师收服的时候，那就是妖精啊。妖精，占山为王嘛，那是野猪，野猪精啊。猪刚烈，猪刚烈、啊嗯，他那会儿也没有出去抢男霸女，而且高小姐一家人多坏呀、啊！啊，你明儿再来，你后儿再来，啊，让回去回去，让干活就干活。找妖精等于找一苦力，他都认头答应了，所以说挺不容易的。这个人挺多情啊、嗯，这个感情处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讲一讲吧。所以，跟高小姐、高老庄那就是一集戏，好像没有多少。在这个新版《西游记》当中的戏份不是很多。那么问一下吧，这个高翠兰小姐是谁扮演的呀？是一个唱歌的演员叫白聊了，你看了。这假莫小凤，别装了，别装了，莫小凤，哦，莫小凤是吧？我刚刚从高原下来，有点缺氧，有点醉氧。哦，你看说了半天，你们都没说明白，我们让人当事人自己说说吧，好吧？嗯、好，我们请莫小凤老师、哦、来了。欢迎小凤。来，欢迎。好多人不太知道，小凤老师是著名歌唱家。您在哪个团呢？我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啊，据传说获了很多的奖。有过一些。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吧。啊。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奖是在2004年的，9月份吧，11月份可能是，是由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还有国家民委联合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最高奖——全国声乐比赛的金奖，民族唱法，替你们高兴哈、啊！不是里面这个高小姐是会唱歌吗？啊，是啊。
哦，高小姐唱歌啊，给猪八戒。你想一想啊，这么好的一歌唱家加盟这个戏了，我要是制片方，我也不会放过他，啊，便宜，啊、就是多让他唱呗。对，比较便宜。唱了几首啊？应该是四首。都哪四首？对呀、啊。其中高老庄有两首，因为他的地方台有一版，还有卫视有一版，还有就是蜘蛛精那一集有一首歌叫《比快乐还快乐》，还有跟韩磊合唱的一首歌是《来生相见的记号》，是在《百花羞公主》那一集。哦，我特想知道，其实因为当时演高老庄这一集的时候，有一首歌，就是有一个这种像伴奏一样的，大家都特别熟，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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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新版里头有唱吗？或者还有？不，你现在说的是音乐，其实我觉得那我印象深的是那个形体。对的。哎，那个背着那个形体，我因为你们新版里头还有用那个？是，这个是应该在《真真爱爱连连》里边的那段音乐，不再是一贯穿的音乐。他好多的时候表现滑稽幽默的，猪八戒的主题曲，对对对，还拿来做背景音乐的啊。新版应该不会有，没有是吧？啊，是怎么找到您来出演高小姐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演戏嘛，以前是歌手，我就觉得我跟张老师比较熟悉，以前就比较熟悉，我就在跟他说，我说我在你这块演个妖精应该比较合适，大伙这么认为哈。但是后来呢，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高春兰这个角色比较合适，因为他确实有一段猴子变的那个戏，我觉得我可能在这一段能够发挥自己，会出点彩，我就跟张老师要求的。更像猴子，因为更像猴子演了高小姐，对吗？还真挺乱的啊，这个戏拍了吗？拍了是吧？拍了。但是我听懂了一句话，莫小凤能歌善舞，对，既然来了不能便宜了啊。当然，给我们是唱一个是跳一个呀？好啊，好啊，来，好这边来。送给大家高老庄那一集的插曲《望你的眼》。聆听的三条不起温柔江山，恨绵绵绵缘情，爱的好迷。记得柔情遗落的眷恋，你一去我该怎样逃脱思念。爱无忧云无难，这一别有多少谢谢谢谢小凤，谢谢多数好作品，谢谢谢谢啊，很高兴今天我们的西游记的师徒四人都来到我们现场，好多事我们都聊了，但还有很多小事我们不太清楚，我们特别想清楚一下，那么进入我们一个全新的单元，看看师徒四人取经归来与各路记者斗法大会，搞怪专家前来斗法，师徒四人接招吧，敢问路在何方，是站在谁的角度来唱这首歌的呢？站在沙悟净的角度。好，那您觉得是猪八戒的角度来唱这首歌？猪八戒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同样身为专家，我有做人的冲动。好，真的呀？好吧，你打他。你都想做人了？我有。有做人的冲动吗？还有什么好问题吗？当然有好问题了。我的一个问题问下去，他们四个全傻。紧箍咒，咒语是什么？这个精辟。欢欢喜喜过大年，你必须要看的就是今夜有戏春节特别节目，要问我们的特别之处，那就是他
真的很特别。哈哈，闲话少叙，今夜得知师徒四人来访，秉承节目一贯的宽进严出的录制标准，制作单位特邀了一干稀有专家前来找茬，在这合家团聚的幸福时刻，为您送上一道与众不同的精神小菜。还等什么？精彩马上开始！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您现在收看的是《今夜稀有搞怪记者斗法大会》。这什么个记者会？这句话太不容易了啊！这个介绍一下历史背景啊。我们的师徒四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本来以为取到真经就完事了，万没想到还有一大帮记者在等着他们啊！当然了，就成名成腕之后都要面对这一关的。哦，是这样的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有记者，有专家，有不同领域的了不起的人物。哟喂，哎，他们对西游都是精英，对不对？那太对了，有很多的质疑，有很多的不解，要和我们的师徒四人好好的来聊一聊。好，我觉得这个板块非常的棒啊。你准备刺激，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不重要，关键后面的人都准备好了。后边不光准备好了，都快掉下去了。我们今天的专家组来的人特别的茂盛啊，一次出不来啊，他们都跟草似的，一个个的。我们邀请第一组嘉宾。好，欢迎两位啊。不是他俩在他后面，居然没他，真不。来来，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好，接着来。给我们的女主持人留点位置啊！欢迎两位，希望两位今天有什么问题尽管谈出来。我们的四位师徒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吗？好，请两位准备一下。好，来，留神，我们的凳子小，不要坐进去。我们就不坐。来，请坐啊！接着我们的大变活人。哦，那好极了。来，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组嘉宾，来有请。有请。太好了，欢迎两位专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科学专家。哦，这位专家。哇，我是一个色彩性格分析专家。哎呀，请排在后面啊。好，可坐可站都可以啊。来，有请我们的第三组嘉宾。来，请两位。哟，还有小专家哈。来，专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猕猴，研究猴方面的专家。那太好了。哎，朱先生聊一聊。什么朱先生啊？我是职业规划大师。好吧，来，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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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两位。好，我们的六支专家都已经就位了。问一下，专家们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既然双方都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斗法大会现在开始。我们的流程是这个样子的，双方自由答辩。对啊，请问一下专家有没有话题要讲，请举手。我们一个个来好吗？我先说吧。好吧。啊，行，我们让没有脸的这位先说。86版的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是站在谁的角度来唱这首歌的呢？哎，这个问题可难了。敢问路在何方，大家都听过，还都会唱。还是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站谁的角？哎呀，徐锦张大哥。哦，为什么觉得？你觉得是站在谁的角度？站在沙悟净的角度。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为什么写的这首歌？因为你看，你挑着担子，啊，那谁，沙僧挑着担子，我牵着马，你牵着马吧，他牵着马吧，对呀。师傅觉着呢？反正那歌是我唱的。朱专家满意吗？不满意。好，那您觉得是猪八戒的角度来唱的？猪八戒的角度。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别唱了，是不是要掉下去了？好，谢谢，谢谢，后来就没意思了。小专家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就是，拿话筒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送了礼，我拿了礼物。哦。完了，这个呢，就是送给演孙悟空的那个吴越大哥的。哎呦，这还写着呢哈，赠与吴越大哥。哎呦。那你打开看看。我的天哪。这。哦，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的小专家陶阳啊画的，这还有几个大字儿，西游大卖。哎呦，谢谢，拿着，待会儿你这边结账啊。谢谢谢谢，别客气啊。啊，金箍的棒。谢谢陶阳，谢谢陶阳。没事，但是我送完
还有一个小要求。有什么小要求？就是让您教教我，你这个戏里边的孙悟空的表情、标准动作和动作。我唐阳，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也是打小看过的。看班的时候，看您班、看他班的时候，就听他唱过京戏，我特别喜欢你。也是我的偶像，嘿，然后是这样的，我知道你贯口很厉害，因为我设计了一段贯口，咱们先不拿棒子，先来一段这个姿势带贯口，好不好？来金箍噜棒，来吧！你要问我是谁？我就是500年前上打过玉帝下打过阎王，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不普斯七天取经的十种花果山水帘洞的梅花棒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要学一下吗？学会了门了。这回啊，嘴里那个呢？我是上旁边带一猴翻译啊，双簧一样的。你要问我是谁，说啊，你前面来，预备开始。你要问我是谁，我就是500年前上打过玉帝下那鬼阎王，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棒不辞西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的梅猴王，青天大圣孙悟空，桃园。真棒！这俩是西游记曲团的，这是啊。这是文的了啊，还有武的呢，这儿有棒子，学两招。来，五，来陶阳来一个吧，转过来，最后亮相，你背，亮相，好，谢谢吴越啊，这个今天现场。交给陶阳了，希望您有机会以后长大了也能在《西游记》里边扮演一个小妖怪。是猴就行啊，小猴精啊。好，那么你身后那位想演猴也演不成了啊，演个猪还可以哈。猪专家，你们叫猪专家，有什么问题要来探讨？我想问问四位啊，西天取经，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为什么要上西天？师傅说。为了取经，普度众生嘛。这个很冠冕堂皇啊。他们说的这个您满意吗？不满意啊。那您为什么？因为大唐没有大乘佛法，需要大乘佛法来普度一下众生，超度一下死去的亡魂。同样身为专家，我有做人的冲动。真的呀？好吧，你打他。你都想做人了？不是，有做人的冲动吗？做人，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专家这个嘴跟棉裤似的。祝您早日痊愈啊！来，我们侯专家还没说话呢。终于轮到我了。太好了，我先不问四位嘉宾啊。我有一小问题，我得问他。你是什么专家来的？我是职场规划专家。我想问一问你，这个职业谁给你规划的？这后边这是个疯子。这个是缘分吧。我在这儿，我现在我突然发现这么多专家，就我是一正常人啊。当然这娃娃这也行，对，这猕猴这还可以。正常人快点说话。行，我问一下四位啊，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哇，什么？打哪儿掏出来的？这是值得研究。这一色盲还说自己正常人啊？这个四位挑一挑，你们各自挑一个颜色。来吧，吴越，我挑绿。您挑一个蓝的。这蓝的我认识。对。还剩俩红的，你们挑一挑。一个红的，一个黄的，我替你分一下啊。要哪个？两位自个儿挑。随便。您自个儿挑一个。红的，来，好，行，您依次点评吧。行，我主要是因为拿你们挑的这个颜色，我分析一下你们这个之间的问题。行，专家的要求啊，我现在有点眉目了啊，你要分析一下啊，我想问一下，说，问一下你们四个觉得啊，这个谁更能当师傅去取经去？专家问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废话。这都回来了，您早说去。不，但因为取完经了，所以才要分析一下。还肯定有对第二自己的能力，你们要发掘一下。Are you OK？ 就我们潘李斯，就是如果就不是就这个四个人，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这四个人要取经去，咱要换一个师傅，怎么样？换成谁当师傅？沙僧。如果非要换的话，那我就选沙僧。为什么呢？要任劳任怨。
一根筋，老比较正直。正直。就是说，你们觉得这样的领导干部比较好，对不对？对，信得过。哦，满意吗？满意吗？很不满意。好，很不满意。你想选一个什么样的？任劳任怨的给你当领导不干？那 不，就是说实话的不干。这个首先分析问题，你们四个人去的目的是什么？取经啊。对，是取经。对，所以既然对取经来讲，任劳任怨跟取经有关系吗？没关系吗？那算孙悟空吧，对不对？省猴子。那为什么是猴子？因为很快，不用这么多年，一去一回，就成了。他快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对了，但是他要是一个跟头一不知道去哪儿了，你们怎么办？迷路了怎么办？你们那仨人也追不上。再回来也不需要这么多年了。那谁呢？谁去合适呢？要我觉得要我觉得，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谁去都行。为什么？都比唐僧强。为什么？你想啊，目的是取经。像刚才四位说的啊，孙悟空很快就能去了，沙和尚任劳任怨，猪八戒也不用说了，是不是？只有唐僧什么都不会，就靠骑着这马往过走，这仨傻吧唧陪着，那一个跟头就到了，还得陪着他走，要我早不干了，是不是？不是，要没有他，白龙马还舒服点。就是，而且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你看这四位，遇到这千辛万苦，最后不用包街吃这唐僧肉，不用包堆儿，对，就为吃唐僧肉出这么大事儿，剩那三位，你说哪个妖精敢吃他们仨？对不对？孙悟空没得吃，沙和尚那当初就是吃人的。你就是说那九九八十一难多余呗？哎呀，对不对？猪八戒那不好吃啊。不是这哪来的专家？不见得哈，这哪来专家？好吧，好吧，好吧。反正我认为唐僧是最不适合取经。好吧，好吧。还有那边那个酷似猪的那个专家，还有什么好问题吗？当然有好问题了。好，我这一个问题问下去，他们四个选啥？来来来，那我问了啊，来吧。我请问四位，金箍棒，我就不问了。那你说的，紧箍咒，咒语是什么？这个精辟，这个我们让聂远来回。哟，受害者自己要说，你先自己也念过。不是，我举手的意思就是师傅知道。来，别小辉，这事儿啊，得看心情。每天都不一样。真的？哎，你都给我们念过点什么呢？对，说实话，给我们讲讲。前一天他没请我吃饭，就吴越，你请没请我吃饭？真的，请我出来吃饭，全在念这个。那如果他前一天他把我喝多了，他请你吃的是什么？全部我全是在骂他的，你知道吗？看心情。他如果昨天表现特别好，哎呀，特别好，明天接着请我吃，明天接着请我吃。这么一个玩意儿，他当了师傅，等于说根本就没有咒语吗？哎，他这版说的没有咒语，没有咒语吗？没有咒语。你有吗？有，我知道。你说，一会儿告诉你。真有紧箍咒，真正有咒语吗？有吗？没有。错，有。你看看，我刚才都已经说了，真有。一会儿告诉你。他正在编，一会儿。一会儿告诉你，就这五个字儿。一会儿告诉你，一会儿告诉你，一会儿告诉你。告诉我什么呀？哎，没告诉你。我有一问题。来，你们知道在《西游记》里边谁的手最脏吗？不是说你太邪了啊！对，谁的手最脏？对，小偷。急转弯啊！猪八戒。不对。为什么呢？对，不对吗？不对。你瞧。我能说一个吗？你能说。白龙马的手最脏。白龙马有手吗？你管白龙马这叫手啊？这叫蹄儿。我让他摸着地的。师傅的手最脏。不对，告诉你们记住了，在《西游记》里边谁的手最脏？是如来佛的手最脏。啊。因为孙猴子上这吊过吊，还写过字儿。哎，这专家这问题说得好啊，说得好啊。那个朱老师，有没有跟他这样在一个级别上的？什么问题？我再问一个问题吧。《西游记》里谁的身高最高？身高最高？你们都上哪儿找的这些题目？自己编的呗。别常规了，行，这帮专家都是全是歪的，你知道吗？哎，我不对，你还可以。待会儿我要问你，这帮专家都是刚放出来的。巨灵神，
错。他说如来佛。错。玉皇大帝。错。知道说什么？错。说谁都错。没有对的。答案是谁？说出来。答案齐天大圣。因为他齐了天。我知道，你就没好意思。那都问你，谁最矮？知道吗？谁最矮？哎，换题目了。谁最矮啊？你笑得好亲密。哎呀，我都不知道。要现行了啊。谁？谁最矮？土地也是齐天大圣。为什么？他80多变可以变个苍蝇。80多变不要变的、啊、要天生的。天生矮的。土地公公。土地公公是吗？好像是。恭喜你答对了。没有尴尬的。答对了。真没意思。就是土地公公吗？是最矮的吗？本人猜出来了吧。那我问你一下，师徒四人除了出镜率以外，剩下的谁出镜率最高？除了师徒四人之外，还有包括白龙马，包括白龙马啊，这哥五个除外啊，谁的出镜率最高？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No。不对。答对。不是。不是。土地。答嗯。你说什么？他说土地。你为什么那么认土地啊？土地老出来啊。就是你老叫的他。对啊，我老叫的呀、啊。那就答对了吧。对啊。哎呀，很开心，师徒四人一路取经，99、81难。今天提了很多问题，一句有用的都没有啊！感谢专家的废话啊！这个那个穿的好像唱歌的这个女高音歌唱家啊，这个脸实在是太有点像苏完行之后的了啊！如果说你们有什么其他方面职业的规划，可以找我来联系、啊。好的，他一会儿会报警把你带走的啊！会走的。好，还有我们这个侯专家啊，侯专家，这个今天非常好，一个色盲做了色彩专家。因为挑了一张纸之后呢，到现在我才知道，感情一句有用的都没有。不是，主要是我没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颜色。他忘了什么颜色。有机会，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机会，非常的好啊！希望专家回去好好的治病啊，早日痊愈。奉献更多的废话给我们这个社会。谢谢。专家都是看专家门诊的。专家太不靠谱了，是吧？说归说，笑归笑，大伙儿都知道，这都德云社说相声的，除了刘胖子之外，刘胖子是我们这儿主持的报幕人啊。那么玩笑之后，我们要说到正题了。今天四位来介绍的是我们的新版的《西游记》，天津卫视呢也买了这部戏了，马上就要播出了。今天我们的师徒四人来的今夜有戏，大家聊得非常开心。来，送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两句话：看完今夜。